把你的脚放到脚凳上，让身体往椅背上靠，让你的双脚舒适的伸直放平。现在在天花板上找一个定点，并把眼睛固定在那个定点上，允许你自己做深呼吸。开始吸气时，全身用力吸气，然后屏住气息四秒，接着利用八秒的时间缓缓地将气吐出。现在做一次。做得很好，现在调整自己的呼吸，再做一次。做得很好，你开始感到放松，并且感觉到呼吸越来越缓和，越来越缓和，身体变得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变得能感受自己身体频率的变化，呼吸变得是一种美妙的感觉。现在，闭上眼睛，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脚上，允许自己能感受自己的双脚，任何在腿部感觉的紧绷压力，会使放松开始拓展到全身。感觉就像有十根手指在你的脚趾头轻轻搓揉，那感觉真的很舒服。当你每次吸气与呼气时，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也感觉越来越平静。现在你已经觉得十分轻松，并且可以把那股轻松的感觉挪到你的脚踝，这是一种安定舒缓的感觉。你现在可以继续把那股舒缓安定的感觉挪到你的膝盖，进入你的大腿，这股力量使你的肌肉放松，并且让你整个人镇定，紧张消除，感觉很舒畅。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的臀部、你的胃部，并且来到你的背部。你的感觉是既放松又舒畅。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通过你的背部，并且来到你的胸部。你可以感受到纯净的氧气散播到每寸胸部的部位，你的感觉是十分轻松与自在。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的肩膀，你可以感觉到那股能量释放每寸肩膀僵硬紧绷的肌肉，你的感觉是得到释放。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的肩胛骨内侧，感觉那股能量缓慢上下左右推动肩胛骨。之后能量来到手臂与手指头，
这是一种既美好又令你安定的感觉。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脖子两侧的肌肉，再挪到你的头皮与额头，再慢慢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漂浮到你的脸颊与下巴，感觉血液循环已在身体增加能量，这是一种放松全身肌肤非常舒适的感觉。现在我们要从五到数到零，每次倒数的数字会让你进入深沉舒适宁静的状态。记住，零总是让你进入更深沉的催眠状态，五让你自己，四舒适宁静，三二一零，然后熟睡。每一次我为了催眠的目的而建议熟睡，得到你的同意，你会允许自己迅速的冷静的进入熟睡状态，或者更深一层的情境。现在深吸口气，屏住那口气。好，现在吐气。在吐气的时候，把你心中不被重视、做事不顺心、生活上沉重的压力、所有没有发泄的怨恨或愤怒全部释放。这些事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你在意困扰了。这些事在过去让你感到紧张，让你感到尴尬，让你感到情绪不佳，让你感到生气，让你感到愤怒，让你感到伤心，现在对你也不再有那么深的影响了。你现在已能看清事情的真相，你现在也不再为这些事起烦恼心了。无论何时，当你因抽筋而无法控制的重复清喉咙，或发出尖叫声或咒骂声，你能牵动你潜意识能力，清楚你自己正因抽筋而重复清喉咙，或是发出尖叫声或咒骂声这个动作。而当你潜意识知道自己正在发出清喉咙或尖叫声或咒骂声的那刻起，你身体的每寸肌肤会自动放松，因为发出重复清喉咙或是尖叫声或是咒骂声是身体紧张情绪发泄的出口。为了舒缓你身体紧张的情绪，我要你现在准备深吸一口气，来代替抽筋时会发出的清喉咙或尖叫声或咒骂声的动作。现在深吸一口气，屏住气。现在吐气，完全释放身体紧绷的压力。很好，你做得很好。让我们再做一次，准备深吸一口气，来代替抽筋时发出的清喉咙声、尖叫声或是咒骂声。现在深吸一口气，屏住气。现在吐气，完全释放身体紧绷的压力。你不再需要用清喉咙或是发出尖叫声或是咒骂声来做你情绪发泄的出口了。
那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像一个想法一般风消云散，让不好的情绪消失吧，因为它对你一点都不重要。现在深吸一口气，并且注意到自己呼气时身体变得全身放松。你现在不但感觉全身的肌肉放松，甚至感觉到对一切的状况都能掌握自如。你现在感觉十分平静、轻松与自在。现在熟睡，每一次我为了催眠的目的而建议熟睡，得到你的同意，你会允许自己迅速的、冷静的进入熟睡状态，或者更深一层的清静。再过一会儿，我们要从催眠的状态出来。再次强调，当你从催眠的状态出来后，你会感觉很轻松。当你从催眠的状态出来后，你知道你可以完成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要从零数到五，当我数到五时，你会从催眠的状态中完全醒来，并且彻底的恢复到不被催眠暗示的状态。当你醒来时，你感觉全身轻松舒畅。现在开始倒数，你的感觉永远是进入更深层的催眠状态。让我现在为你关闭所有负面讯息的窗口，我将为你锁住所有来自外在负面资讯刺激的来源，以及过去深刻在脑海里负面的想法。开始倒数到一，慢慢的、冷静的回到房间。倒数到二、三，脸上开始有点笑容，你的感觉是非常轻松与愉快。你了解到你有能力做改变，同时我也会帮助你达成目标。四、五，眼睛睁开，完全醒来。一、二、三、四、五，眼睛睁开，完全醒来。一、二、三、四、五，眼睛睁开，完全醒来。